不客气。啊，谢谢。俩男同志送我朵玫瑰，你看就，我那也是男同志，看来都是玫瑰。哎，对，不是我地盘没了，你吃了就行了，一会儿就。这个刚才是贺彪，对，说这么一段绕口令，是下去休息休息，很累啊。这回把我们哥俩换上来，嗯，今儿是一个很盛大的节日，没错，德云社的老老少少全来了，啊，带着于谦于老师的公子郭小宝也来了，哎，好。对，都知道这个上台就要姑娘，你说这说多幸福啊，孩子很天真，嗯，非常的可爱，对，经现在已经上幼儿园了，嗯，啊，幼儿园， 对， 对对，孩子也确实我是我喜欢的，哦，没事孩子也好学习，对，经常的自己没事的唱个歌啊，嗯，就为了上台给大家表演，也乐意唱，经常的在学校，嗯，也好提问问题表演啊，看那幼儿园的老师了啊，行，您这个舌头该运运了啊，看那幼儿园的男老师了 啊， 啊，男老师啊，老师老师，嗯，干嘛呀？老师问个问题行吗？哦，提问，问吧，嗯，老师，你说50岁的女的能怀孕吗？家教真好，你瞧，50岁。啊，差不多吧，哦，老师也喊我大龄产妇， 哦，稍微注意点没什么问题，哎，不用解释那么详细，哎，那老师那像我妈那岁数30多能怀孕吗？30多那没问题，可以，相当可以，不是老师这么了解吗？这个谁知道了，哦，真可以，是好，啊，老师你说4岁能怀孕吗？小孩4岁呢不可能，那发育还不完全呢，没戏，哎，太天真了，心里踏实了啊，我这孩子够直白的啊，边上一女同学老劝你，啊，你看我说没事吧，哎，这嗨，行行行，上课也不想别的，啊，孩子就是好学习，其实我们大人也是得学习，大人当然了，嗯，像我跟他我们俩也好学习，那必须的呀，经常的没事什么图书馆哦，那儿学习经常去，嗯，家里边也经常聊天，对呀，啊，没事我们就去他们家，嗯，进屋探讨文学，哦，哎，进屋先都脱光了，哎，脱，我你避讳点行不行？你俩大老爷们脱光了，你行？哦，我把眼睛闭上，哎，你别闭上，那你也是脱光了，哎，就是，我看得真真的那是，讨厌，我还没说什么，你着什么急呀，啊？你别说这个，反正就脱光了吧，啊，开始探讨文学，啊，不是得穿上点儿，先得洗干净啊，哦，对，文学比较尊重，哎，洗干干净净的，哦，嗯，洗白白擦香香啊，你白不起来，哎，洗白白擦香香，嗯，啊，弄点西了蜜，啊，都西了蜜，哎，玉美净，嗯，孩儿面，呵，万紫千红，全擦完了，改日本艺妓了，您这是。你涂那么多那玩意儿干嘛？好干净，好香啊！喷点香水，嗯，花露水是，哎，驱蚊镜啊，驱蚊镜都得喷好了，嗯，哎，喷完之后开始探讨文学，是是是，俩人对坐坐好了，坐好了，点上一盘檀香，这干嘛呀？凝神静气，讲究，哎哎，俩人互相聊天，嘿，曹兄，嗯，烧兄，真恶心，你笑啊，这是作死的性儿，你知道这，烧兄，嗯。我说曹兄啊，探讨文学之前，咱们能先提一个小意见吗？小意见，但讲无妨。嗯，哈，啊，咱们能不能先把裤子穿上？哎，对，怎么着？行行行，有意聊天，多恶心，听着，穿着裤子呢，反正就穿上聊吧。哎，啊，山南黑北，嗯，无所不知，无所不聊，好聊天。是，经常的，我们哥俩还互相切磋，啊，对，比试一下。对对对，没错没错。经常的比他，但是他老输。谁谁谁呀，啊？他老输，因为他学问他差点，你像我们这个初中毕业就稍微强一点，你知道吗？我大学毕业比不过你这初中毕业，因为什么？初中念的扎实，你知道吗？念的扎实，哪儿看出扎实？因为9年义务教育嘛，白上我就上的扎实，你知道吗？当然不花钱怎么都好。他贵了我就不怎么念了。不是您行，您这有点臭不要脸了，知道吗？怎么了？你哪儿就比我强了？就你这水平，说你什么样我不知道。我喝旺仔牛奶，我还吃旺仔小馒头呢。我比你聪明，比你强，还喝旺。
胖仔牛奶，你知道吗？哎，行，给你一朵小红花吧，我告诉你，这太幼稚了。我这有，你这大花的，你不灵。那你不灵，我送你一朵菊花一会儿。我不用送，我有。你没有？谁？你不是你带着呢吗？我，咱是说相声。回东北看二人转看要我说早就把裤子穿上了，你这人讨厌你，越说越乱。哎，就是不灵。你这不行，甭说你了。嗯，我师傅怎么着了？啊，他也不行啊。不是，咱别比划行不行？咱说说，咱别比划这个行不行啊？不是，我怕大家伙不知道是谁。怎么不知道？这还不知道是谁？他也不行，他不行。于谦于大爷，别看他烫着头，烫头也不行。我跟你说。这都不行，都不行。甭说他们了，嗯，古人过去的李白，嗯，杜甫，嚯，苏轼、苏东，这也不灵。这大文豪这都不行，没戏跟玩儿。不是你玩他们，还他们玩你啊？那看什么时候？不是人家怎么不？人家成名的多早啊？人家不灵，搁到现在跟我一比玩去，让人玩去。对了，瞎掰你这。谁信你？你不信你把他们叫来。哎，对，我把你怎么叫我混蛋着。我不是叫来是不可能，我送你见他们去还行。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你这不就没谱的事儿吗？这不是什么叫没废话。你给我找着他们几个坟在哪儿都行。我告诉你，实在是找不着这人，知道吗？不是，就说比他们强。你比他们强，现代文学也行啊。现在可以吗？没问题呀。什么呀？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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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矛盾，矛盾也行。我跟你说，我听矛盾，你听矛盾。对，矛盾我也行。矛盾比不了我，这不行。什么什么老舍没戏，老舍也不行，不灵。哦，郭沫若那都不灵。您把这鼻涕醒醒吧，您这个。郭沫若，对，郭沫若都不灵。我跟你说吧，郭沫若，对，郭沫若。郭沫若，对，郭沫若，郭沫若，对，都不行，这不这都不行，没戏，跟我比玩去，你也就吹，你瞧，这你有学问，就您这小眼能看见书，你瞧，哎，这你有学问，不可能，不知道现在有放大镜吗？不是，那你看书不累吗？不累，没问题，行，放大镜的美瞳，对不对？放大镜的美瞳，对对对对对，这塞进去得凸出来，是这意思吗？都合不上眼，都什么毛病？闭上眼，您这东西还不好买。这么办啊？甭说别，甭说别的了。哎，既然你这么说，咱俩今儿就在这儿切磋切磋，这行吗？来吧，行吗？就等你这句话了啊，就等这个了。哎，行，那咱你出题目，别我出。嗯，一般都是你出，所以说今儿也得你出啊，就必须我来。哎，对，那行，那我出题目了啊。那咱们，哎，来一个简单一点的，这个四方诗怎么样？太好了，行吗？因为报的是四方诗。哎，你来八大吉祥不合适，你知道吗？你就早知道说一别的了。行，四方诗啊，欺骗观众，规矩懂吗？来，懂。介绍介绍行吗？可以啊。介绍介绍啊，就是咱们每个人啊做这么四句诗。哦，这四句诗得以这个东南西北为题。是啊，四个方向啊，每个人两个方向。哦，这个作诗这四句里边呢，还怎么样？得有两位古人。不错，一种动物哦，和一个地名。嗨，咱俩换个味儿吧，要不？我怕你闲着呢。行了，说出来得合辙押韵，这行吗？就是这个。哎，那这么说您先来。为什么我先来？因为是您出的题目。哦，我先来。您出的题目，咱先分一分啊。东南西北您要哪个？都是您的。都不是，那你干嘛呀？我来中发白。哎，我觉得这闲章啊，他打完点不了炮。等会儿哪有闲章？怎么打牌了你这个？就得一人俩。行行吗？行，你先掉庄呗。你先来，老有这赌徒，你行？那我来东西，行吗？行，你来南北，我来西北。哎，西是我的，西北有泡面。我跟你说，什么了？你就来，行啊，来那个啊。你说什么事？我先说东啊，行，按顺序来啊，东，开始了啊，东，东边飞来两只雁。就是大雁，哎，大雁，一会儿排成一字儿，一会儿排成人字，哎。您这记忆力够强的啊。对，就是初中以前的我都行。我跟你说初中以后的。行，你这是够扎实的。扎实啊，对。东边飞来两只雁。哎，一落落在白云观。有这地名。哎，这是地名、啊。有这地名。鬓鬓翅膀抬头看。看见谁了？
看见孟良欲交赞。太好了，行吗？我你这够稚嫩的啊，这个。哎，不赖，行吗？您听我这，该你了。我说什么来着？南南，哎，南边飞来两只鸟。OK， 能，两只什么？两只鸟。不是，你这什么东西？这是愤怒的小鸟，你知道吗？愤怒的小鸟。对，愤怒的小鸟。你也够小的了，你这个，你就是这绿珠，我跟你说，你甭来这套，就是这绿珠，你比我还肥呢，你是顶钢盔那个，我告诉你，少来这套，加巧吧，哎，啊、加巧啊，加巧，加巧，哎，南面飞来两只巧，行，巧巧巧啊，一落落在铃铛岛，这是天津的一个地名，哦，这是地名，对了、哦、对了、哦，看见你哥和你嫂，这是一个流氓，一个老鸨，哎，那。这怎么说话呢？怎么了？那骂人呢你？这不古人吗？古人也不能比我们家人。讲金比古，这好事。谁告诉你这好事？废话一说就我哥我嫂流氓老鸨，这好听吗？这个，再说这也不是古人呢。传统行业，你哪儿看出传统来了？哪个朝代没有流氓？哪个朝代没有老鸨？啊，这都算。宋朝啊，水泊梁山。哦，105个流氓和仨老鸨的故事。现在又翻拍一遍，你看见没有？嘿嘿嘿哟嘿！行，现在不是这个，现在不是大河，没有了。不是你这，哎呦，你这理论太，哎呦，甭说别的，行，往下来，行吗？往下来，咱不许这么骂人了啊！不许骂人了，该我了，我是西边飞来两只鸡，多水你这行？不怎么样，不怎么西边飞来两只鸡，你别捣乱，西飞得天空直窜西。多恶心你这、哎、飞到天空直窜西窜西窜出一照相机相机主人陈冠希哎对了哎哎啊不是你这哎可有一大咔嚓了我跟你说什么大咔嚓、啊、这叫什么玩意儿怎么了你还能记住你刚才说的吗能记住什么你说什么来着西 啊西边飞来两只鸡也飞到天空直拉西也窜西窜出一照相机照相机主人陈冠希嘿那是你偶像，我告诉你，甭说你这不行。我的偶像现在已经是米原康正了，你知道吗？西边飞来两只鸡，你这不行。西飞到天空直窜西，刚才不是拉西吗？怎么改窜西了？窜西跟动态一点，我跟你说。别捣乱，像三维的，我跟你说。你甭来这西。三维立体的。西三地儿的，西你甭我张艺德出的。就甭管五地儿也不行，我告诉你，西西穿上那个照相机。西哎。有了，听着啊！西边，我有了，听着啊！西，你看一个不小心，你看行？有了，不是你们都是郭小宝同学是吗？你瞧这，问出什么问题？你有了就做了呗。听我这个，西啊，西边飞来两只鸡，西边飞来两只鸡，你别倒了，西边我抽你信不信？啊，我没说，我倒你闭嘴，知道吗？真不信？你等着再说的啊！西边飞来，抽他！不是这我真抽不过来，我告诉你，西啊，西边飞来两只鸡，这西边飞来两只豪，哎，这有了什么呀？我怎么挺好的这？抽他！什么、啊？那我不肿了吗？飞来两只好啊！对啊，捡起来。啊，对，这回是你掉的，这回飞两只有飞豪的吗？怎么没有啊？天空啊，飞豪的了，不是你这是跳楼吧？这是你这是跳鸡知道吗？你是不是从飞机要飞来两只鸡那窜下来的？你怎么不说刚才那嘚儿飞到我家后院里呢？你这才小姐串台呢，你这什么乱七八糟？那就播一个，不是你真不懂假不懂啊？飞豪马，哎，过去准啪，你说那是愤怒小鸟，彪，这人就，你还是那猪，我告诉你，这个豪啊，过去中国人说话比较上口，豪就是鹤的意思，就是大仙鹤，知道吗？那你说大仙鹤，你说豪干嘛呀？大仙鹤不合着字数太多了，你快点说呀，大仙鹤。
他们都未准听出来是什么，我跟你说吧。不是你这个办法成功得了吗？当然了。你说一遍，我气势非常的嘚。一惊一乍，他们吓一下，你知道吗？你是让驴踢了，我告诉你，哪有这么说的？刚才你碰我一下，必须合辙押韵，知道吗？字数得一样啊。你快点说就快点也不行，废话，说这也就不好听，知道吗？西边飞来两只豪，就得这么说。你尾音归的那合辙里边，西边飞两只大雁好，大雁好，什么毛病？就得说这西边飞来两只豪，就是大仙鹤。哎，别，西边飞来两只豪，大仙鹤。我怕蹭一手油，我告诉你，哎，西边飞来两只，你看，还是陈冠希的事儿。我告诉你，西边飞来两只豪，你看看，你带着同学来的是吗？毛病，同学来的，一落落在卢沟桥，地名有了，看月亮的地儿。看月，卢沟桥知道这地儿？卢沟小月，哎，知道这地儿吧？卢沟桥，卢沟小月月，哎。你这还是恶心，您这玩意儿。鬓鬓翅膀梳梳毛，这是三一句了。看见竟得玉帛袍，还是唐朝的两位古人。哎，该你了，可到底了啊！你听我这个啊，我说什么来着？北，哎，北边飞来两只羊，哎，一落，净想陈冠希了吧？你这个。飞扬像话，有飞扬的吗？我心飞扬，这是词，不是动物。是动物。废话，谁告诉你是动物？飞扬，扬，你不知道？怎么不知道？废话，有满天咩咩天上飞的，可能吗？这个你见的咩咩扬跟天上飞的，这不是你说的吗？我不是说那个扬，那是什么呀？代表爱情的鸳鸯。鸳鸯。对了。嗨，你把那鸳字带出来呀！鸳字带出来。哎，大仙鹤呢？哎，大仙。你那仨单鹤，对，你看我这过去了。行行，羊羊羊羊，随便羊。我飞来两只羊啊，行，一落落在粉皮墙。哦，这是地名。哦，看见你爹和你娘，这是一个潘金莲，一个武大郎。去你的吧！